修边幅，身材走样。啊，这样子行？这样太危险了。他现在就真的可能 maybe 就是也是开始有一点就是代谢没有那么好，然后大家都会。你们这不就是在互相伤害吗？选择杰跟如此哎，你们结婚三年了，一个女儿好可爱呀，超可爱呀，漂亮呢。哎呦，人生若此，夫复何求啊？对不对？哇，这你们如果不要，再给我养。什么？谁会不要？什么？不会有这种事情。太可爱了，谁会这样？几岁？几岁？两岁。三岁。哦，最可爱的年纪。对，现在正会说话，就很好玩。哎呀，对啊，对啊。来，我们有三轮要让你们看看你们的婚姻是否已踩雷。先分享你们的不修边幅，身材走样。啊，这样子行？这样太危险了。你先出局，这个要弄那么危险的章节，太危险发言，危险发言。我要先注意一下，就是这是他的身材一直都很好，没有问题。不过，就是他会一直说，就是啊，老公，我这边好像变胖，老公，我体重好像又变重了，我想要去抽脂，我想要去做一些按摩啊、保养啊什么的。然后这时候我就说 OK， 没有问题，你就去做。然后他就说啊，谢谢老公。然后这时候他一直在吃他的那个零食啊，然后也没有去运动啊，也没有听医师的话啊。然后就说你怎么会在吃这个零食啊？不是波卡什么的。他还跟我说，状态真的有不好吗？他状态真的很好啊，但是他问题是他就会一直吃一直吃。我觉得他是就是现在还是全世界最漂亮。我自己承认，因为我可能怀孕之后，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个问题，但是因为怀孕之后你要瘦下来，真的的确是相当难。那你个人选择呢？我跟他选其实是一样的，他也是他嘴巴上这样说我，对不对？他现在就会一直有时不时的会跟我讲说，老婆，我现在是不是没有发光了？你知道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吗？你自己也 care 啊？对，因为我跟他说过，我跟他第一次约会的时候，真的是我一开门，哎呦，进到那个咖啡厅，我就看到一个很帅的男生，然后头上在发光，然后我想说，哇，这抹油这个额头，对，然后我就真的觉得说，天哪，就是有那种一见钟情的感觉，所以他就一直记得我这一句话。可他现在就真的可能 maybe 就是也是开始有一点就是代谢没有那么好，然后大家都会，你们这不就是在互相伤害吗？选这个，你们都有选这个，他就会一直问是不是没有发光，然后我就会说没有没有，你还是一样发光，但是他是不是说我一直吃零食，但我吃就是拿一包，可能饼干出来，我就可能吃半包或者吃几片，我只是吃一个就是心安跟想要吃那个味道。他不是哦，他说老婆，我真的我很努力想要减肥，可是他过一下就说我好想吃鸡排哦，然后他就跟我去订鸡排，然后重点是什么？他订鸡排就算了，他去拿的时候回来还说，老婆，我还买了你喜欢的炸汤圆，就是拖我下水。一起啊，你很胖，一起胖吧，一起不是吗？那生活习惯，他以前你来的时候说他喜欢沉迷电动，我沉迷电动啊，我是一个蛮喜欢打电动。哦，是你啊？是我搞错了，我以为是你啊。是我沉迷电动，但是也是他拉我进某一个电动群里面。哦，应该不是这样子说吧？你本来就打很久啊，就是。我们都很喜欢打电动，但是芝芝真的是有点太夸张了。就因为我们现在有小朋友之后啊，我们基本上7点就要起床，所以12点基本上就要睡觉了。但他有时候打电动可能都打到1点，然后还不想睡觉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真的，老婆真的要睡觉了，我们真的不能打下去了，我真的好累，不是，我明天要上课，我们要早一点起床。可是就是要小孩睡觉才能打。对嘛？是不是？剩下6个小时。这个我挺你，这个我挺你。剩下6个小时就要起床了。没有，你知道那个打电动的时候你会很亢奋，然后你就会忘记前面的累。如果你不打电话的话，不打电动的话，你前面的那个累就会还是停留在那个很紧绷的状态。这打电动是一个舒压。送完小孩是妈妈的快乐时光啊！对对对对，那孩子送了学校嘛，安心了嘛，孩子睡了的时候回来干嘛？我要睡啊，我要干嘛都可以这些。对对对，哦，但是太沉迷也不好啦。也是，我也是选这个，两人消费习惯落差大，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就是买东西的时候，我是需要的时候我才会买，但这是他是需要而不是想要。对，但这是他好像不是需要，他是想要，就有一点，我是觉得有一点。囤物癖的感觉，就是我们的浴室里面那个，对啊，我们浴室里面那个，哇，那个柜子打开啊，都是东西，化妆品啊，甚至卫生棉或一些很多东西，甚至我们的那上下铺，那个是床吗？我们的上下铺的上铺满满的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，真的不要买那么多，你要需要才要买，对，哦，啊，你呢，如芝，你选择的是
方说那个来，然后呢，如果这时候我没有捆好我的绵绵在旁边的话，我是不是就坐在那边不能动？不安心，超不方便。那我就变成是他，可他就觉得说没关系啊，再去买。问题是我就坐在这边，我要站起来再去买吗？我会希望就是我可能柜子一打开，我马上有什么安全感，或者是对一个安全感。囤是跟数量有关，你囤个半包一包 OK 的嘛？对，但他你囤一箱。这一箱搞不好，真的真的真的有一箱哦，上铺真的有一箱。那有时候你要想囤一包两包，它不会有优惠嘛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你要囤多一点，它才会有优惠啊。是为了预算着想。对对对。但蛮多时候冰箱一打开都是东西，然后蛮多时候都会过期。哦。那我就会自己就要默默的把那些东西拿去丢掉，有时候丢掉了，我老婆还会生气。我后来发觉一件事，什么事？我并不需要冰箱哎。凡是冰进去的哈，也不会再最后就出不来了，都是他的冰原历险记，跟我的冰箱一样，冰原历险记到最后就是他尸体的时候再被弄出来，会忘记了，所以那些东西就是我要被冰进去，完蛋了，我不会再出来了。后来想说，哎，他说他的尸体，哎，爸爸这个要冰冷冻柜，冷冻柜知道吗？我就冷冻柜一哦，好硬哦，拉不起来。哇，那个很大容量的，一拉出来，全满。里面什么东西？里面有我女儿还没嫁人时候留下来的海鲜。什么？也没有很久，太久了吧？也没有很久，三年多。所以你都没有打开过，我们都是正常人。哦，是是是，我不太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还是我们，哇塞，还是我们住在一起？对，要不要，我觉得我们住在一起会更好。我的选择应该是育儿的工作分配。哦，工作分配，真的蛮多人都会选择这一个的，就是我们平常其实里面都很常吵架啦，比方说换尿布啊，比方说泡奶粉，就因为我泡奶粉可能我比较没有注意到太多，就奶粉的时候就六匙就要下去了，但我没有用平匙，但有一次这样就被我老婆发现，然后就因为这样被她骂了一顿，我们还因为这样吵架，没有那么精准，我就想说应该没有差这么多吧，就没有，真的没有差那么多啊，一次没有差，可是你每次胃就累积就差很多嘞。对，我的兄弟，对我，对，所以后面我就真的都那个量要注意，对不对？后面我就乖乖的用平时。OK OK。对，然后尿布的话，就是因为有时候会送去我妈妈那边帮忙照顾，我就想说，哎，就带一包去我妈妈那边就好，就不用每次都两片两片带去。哎，然后之后。我才知道为什么我老婆坚持要我带两包，两片，因为妈妈会帮忙买，不是，因为她不好意思，就是让我妈妈这样子顾，感觉带一整包过去的话，因为会觉得好像我会很常去，我要一直把东，就是把我女儿丢去给，对，所以我放了一大包在那，放了很多东西。这个你已经错了，这你已经错，我站在张姐这边，好吧？你一定要让老人家。觉得它是有用的哦，被需要的。你这一次回去你就买六大箱，太多了，囤太多了啦！不用刻意啦，你要让爸爸妈妈你看了，对我理解。爸爸妈妈，你就是给他工作，你告诉他做一点什么，他很喜欢。你觉得没有意义的，但对他来讲太重要。对对对，但是这件事情如果是我的爸爸妈妈，我 OK。但是因为张杰的妈妈就是我婆婆，她本身的工作就是保姆。所以他如果他还要带他自己要带的小朋友之外，还要另外再多带我们的，我会对他，我会觉得是一种负担，我会觉得不用啦，对对对，叫他用别人的就好了，对对对，不行啊，用别人的保姆费啊，对，但是因为妈妈又会说不用付钱，然后我就会觉得这样子就一种刚开始心里就会还是会有一点，但现在没有了，就刚开始难免了，对对对，自己的孙子不会啦，自己人，我以前呢我会觉得说。妈妈是有一种画面是最美的，女儿跟妈妈吵架，全世界最美好的。因为你搞不懂人家母女之间，哎，拜托，这么小一直抱着捂着捂着嫁人了，找到机会回来跟妈妈就两个人在那斗嘴拌嘴或干嘛，那是她记忆中最美好的部分。哦哟，嫁去当人家媳妇儿。你可以跟他妯娌谁吵架吗？吵不动的，跟对方的妈妈，那也就是 mother in law， 对，懂。
懂那意思吗？哇，仙哥好有画面，男人。我在想，我等我女儿嫁出去，她如果有一天回来，回来吵架，骂我，我可能就会想到这个，就是落泪。对，我也想到开心的抱着她笑，这样。露西派回去跟你这样子吵架，应该还背得干龙吧？好啦，如此的选择嘞。我有两个，一个是张杰的猪队友这一趴不是在教育，是饮食，是我对对我对我是对我，但是教育方式不同，是因为我，可是我这件又会觉得是我可以理解，因为我觉得难免，因为是女儿，所以爸爸一定就是会对女儿稍微比较放任一点点，对，但是我的话是因为。有时候因为我会觉得要教，不是说只是好好跟他说，比方说有时候他就是闹脾气，他真的就给我演，就是这不是肯德基，他就是会嘎，然后就大哭，然后通常大哭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说，你要告诉我原因，不是用哭的用闹的，他没有原因他就是闹，可通常这个时候爸爸就会觉得没关系，女孩子嘛，然后就会就甚至他会直接就这样说，不哭不哭，然后就给我抱走哦，然后就不让我有任何机会跟他沟通或教他，所以就是养成了一个习惯，我女儿会这样子，只要发现她想要什么，然后看我没有用，她就会转头立刻看她爸爸。Always always， 然后我每次就会说你离开，可是她只要一离开，我女儿马上就，我说你现在跟我讲为什么，然后她就会，我怎样讲，她就会讲，可是她爸爸在，她就是在那边有靠山啊，对啊，人性靠山啊，对，然后可是这一点到现在他还是说我会改我会改，可是他还是没有改，只要我女儿一哭就我会心软了，这没有，哎，其实女儿一哭的时候，女儿一哭的时候我很紧张，我怕被我老婆骂，好可怕，我懂，